台中市下水道工程施工，煞意外误破支援彰化供水管，造成大彰化地区将近70,000多户停水降压，造成乡亲的生活不便。立委王惠美呼吁，请乡亲共同体谅类似的突发状况。拍开水道头，竟然无水会当使用。有真侪乡亲一直到早起才发现有停水，原因竟然是台中市下水道工程施工，无细里将支援彰化供水管误破，造成彰化市花坛乡白沙村、鹿港镇顶番、头仑、高级等等自昨暗就停水。河尾、新港甲沙西三乡镇嘛需要降压供水。立委王惠美提醒乡亲，为着避免厝内底抽水莫打空洞烧掉，请乡亲注意爱关掉。对类似的突发状况，嘛请耐心等候。咱的乡亲哦，你有感觉讲今仔水水压较细无，还是讲新厝停水？因为伫咱漳哦，咱台中市政府伫咧做即个下水道的即个施工，去甲咱的即个水管吼啊冲断去哦，所以即马近期伫咧做修复。咱即个彰化县内底伫咱彰化市甲花坛，拢总影响着60,000户。伫咱电环部甲高级遮，也嘛有1,000多户的人受到影响。伫咱河尾新港线西，有大概的40,000户压力会变小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伫遮要拜托咱的乡亲，你即个火的部分，大家爱搁较注意。另外，你也有即抽水莫打，可能嘛爱烧关起来者，较袂去烧起吼。自来水公司已经紧急伫咧做修复哦，希望讲伫暗时8点的时阵，会使予咱的即个供水哦，会使来正常吼。啊嘛，希望咱的乡亲较有耐心者吼，啊即个水的部分尽量来减少安尼。停水预计伫今仔日暗时10点恢复供水，自来水公司嘛呼吁乡亲，因为恢复供水的初期，水质会较无稳定。请乡亲将水煮开了后才饮用。新彰化新闻张代静、何美采访报道。